大家文采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平平去画着，有的人无镜头，有的人煞足虚弱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弱日弱弱第八条，弱就是强，颠倒病的词代表讲能力或者是实力无好，或者是体力真烂，咱讲虚弱，也佮有微弱、衰弱、脆弱，嘛人叫做脆弱。另外个性若是软弱，或者是体质虚弱，咱讲是软弱。啊，若颠倒病的词就是强。坚强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弱点，会当讲是缺点、欠缺的所在。第二个词读作弱势，代表讲资源或者是力量无够。你咧不利精势，像讲社会福利的目的，就是要照顾社会弱势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阿明自细汉厝内生活无好过，算是弱势家庭。也毋过伊无因为安尼来失志，无把这个问题当作是伊的弱点，颠倒比别人更加拼死，莫怪伊的成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弱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